嗯哼，我可以都要吗？啊。怎么办呢？那我这一轮先挑一个。我这一轮我先选你，OK。因为 Ready 和巴顿之间我太难取舍了，所以还有第二轮选择吗？要不这一轮我先不选，让其他的老师把他们俩其中一个先选了，但是也不能全部给我选走啊，就是其中一个先选了，那我就不用做这个痛苦的抉择了。第二轮我们再看看呗，好吗？好的。